谁是团队里的身材担当？你想要看你的身材？都说一下，都说一下，哪一种？有高挑的，有健壮的，有不太健壮。会努力的控制自己好看的。是，对。哎，派派可是脱衣有肉，没有，这个应该是猜不到的。对，我没想到，发现看他的肌肉，哇，超级好。那下一个谁是团队里的饭量担当？食量。好，赞多以前吃饭去自助餐厅被那个老板赶出来了。对。下一个问题，我们会说一些奥运会的项目，然后你们选出来团队中谁是最擅长的和谁是最不擅长的。第一个项目是滑板。我觉得米克，我也觉得，但是他是不会。但立完还是和立完的下盘很稳。对。对。嗯。下一个三对三篮球。那肯定是米可以啊，对，就可以吧，可以。没有，周慧不会打篮球，他最近进步了，他进步了，进步了，我信他的。那你们给这个队伍起一个名字或者是形容词的话是什么？看起来，啊，力王。哦，哎，走，哦，是那个人，哇，这个太厉害了。这个谁来模仿一下？可以呀。